用一具傀儡之身骗出你至尊谷的秘法，如今短时间内你无法施展此技，快将至尊谷交出来吧。可以结束了。他明明不能连续动用至尊谷的力量的，是不是很奇怪？真是兽皮。小贝，不要以为长着些许秘宝就可为所欲为。危险，他一个小小的尊者竟让我接连受伤。又是一件真神法器，你到底有几件？比你想象的多上许多。这些东西威力惊人，可也需海量精气催动，你用的越多消耗越大，我看你能支撑到几时。那神域已即将燃尽，我会让你先看着满城军民死绝，再送你与他们团聚。年轻人还是太冲动了，不闻名而不发，又岂能长时间维持？真的要来不及了。至尊谷，成为尊者后竟恢复得这么快。又可以使用了。至尊谷的演化也变得更强了。我只是确保你不能再用那傀儡替身之法了，好一击格杀。只有一人该死，那就是你。